好，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。谢谢无与伦比带来非常非常好听的演唱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有请养猪协会来为我们好朋友们来宣导来介绍。好，养猪协会呢，接下来我们会有一连串的行程，还有很多的讯息和我们在场的好朋友们、乡亲朋友们一同来做分享。那有请养猪协会的好朋友来为我们来做。